欢迎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最新新闻，来自新港乡的消息。新港乡溪北绿兴宫今日透早举行迎三妈起驾大典，这是乌面三妈连续第三年走出宫外召见，包括县长陈华官、立委陈明文以及乡长柯正宏、甲主委等各界人士，一透早就伫正殿顺古礼举行祭仪，恭迎圣尊起驾。而乌面三妈也将要伫五号中昼伫民雄早安公园，甲来自嘉义市的圣方。也进行回乡交流。廖兴江由浙江福建水师提督王德禄将军创建于清道光六年，主要服侍正三妈。而乌面正三妈今年是第三届出宫举办迎三妈召见活动，而今年也扩大召见范围，由原本的新港乡扩展到屏东乡，同时也将伫五号中昼，甲来自嘉义市县发表伫屏东早安公园举行回乡交流活动。啊，咱今年吼、是博杯吼，三妈讲要去屏东乡吼，十五镇头十八宫庙吼，啊，要去文庄啦。啊，特别是二月初五下晡一点啊、点半吼，伫屏东的计划公园遐吼，佮加咱嘉义市的城隍爷吼，伫遐回乡吼，啊，这是我有史以来吼第一届吼，咱正三妈吼，伫屏东乡加咱嘉义市的城隍爷伫遐回乡吼，啊，所以吼，欢迎咱遮啊正三妈吼，城隍爷落下地主吼，大家到时吼，啊来遐烧香拜拜吼，啊，咱相信吼，咱的正三妈吼，真灵感，城隍爷足灵感吼，一定会保庇咱大家。啊，拢平安顺利，事事无灾哈。哦，廖英江的妈祖婆哈，啊，做灵蛇哈，今仔要起驾哈，啊，要去绕境哈，啊，要咱的境内咱的中华啊地主哈，啊，大家都能平安哈，快乐哈。我们六星宫来举办这个虔诚信仰敬天祈安的活动哈，希望啊这个活动能够带给我们两乡，就是西港乡跟民雄乡，能够啊五谷丰收、六畜兴旺，然后大家在这龙年行大运、赚大钱。历经新年主题是虔诚信仰敬天祈安照敬文化活动，四号透早由县长陈华官、立委陈明文、乡长柯正宏以及六星宫主委江小凡等各界人士分享祈求祭祀仪式了后，届时一到由县长陈华官、立委陈明文以及乡长柯正宏等点到拜跑了后，照敬活动正式启动。县长陈华官、立委陈明文也恭迎圣尊集团起驾。新闻就来行，新港乡采访报道。